就算他们真的杀了人，也只是物交损友。想问你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问你，没有钱做人有什么意义？ 谢谢好了，下车，谢谢你们，这样的调查，新闻摘要完毕。那我现在就同你赌个大的，来大一点，怎么样？阿香，我要留在深圳跟你一起工作，不行，你马上回去。 姐姐特地熬给你喝的，来，整整熬了一天呢。哼，又一个迷途小羔羊。哎，你试试这个，挺好看的。 不喜欢，看啊，这么难看。小安姐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金贵，喂，你跟林玉坠，小心点啊！他应该不会骗我吧？先打个电话给我妈。我们老大真的没有给我们钱呢，一个子儿也没有啊！钱都让他拿去赌了。我们是被逼的，是他。 是，我正在赶时间呢，别玩了啊！我想个遍啊，是不是不公平啊？不是，说，是。